我现在也跟所有台湾人讲，这六天这么多人骂我，这么多民进党花那么多大动作大阵仗，从政论节目到新闻到名嘴到侧翼到网军，我个人仍会很骄傲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，今天站出来替台湾人讲话，替台湾人要一个公平正义的，就是接受到这样的对待，所以我也很骄傲。相反的，民进党应该感到羞耻跟丢脸。当初你们受到政治迫害，现在我们受到什么迫害？还是政治迫害啊？只是以前可以光明正大的叫警察把你抓起来，现在只能用媒体，用一些垃圾发新闻、发名嘴、写新闻、FB 公事、PTT 加 D 卡这样子去洗，这样子去迫害我，没用。我觉得很骄傲，你们骂得越重，我就越有荣誉感。你们骂得越重，我就越感到哦，我对台湾人民付出相当之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